然后继续我们亲爱的夫人。这个夫人走了以后呢，大家刚开始都没人敢说话啊，都吓到了呀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大师就出来缓和气氛了，就是帮里的一个少林派，他说：“哎，大家别介意啊，我们这个帮主夫人呢，情感比较脆弱，她是有点病的啊，有点病的。我们都知道她有病啊，你说的太直接了呀，这是。”当时歪歪里的气氛更冷了呀，帮主的脸就更黑了呀，牡丹都死了呀，这是。啊，说到这里呢，这个楼主就不得扒一扒。其实这个夫人呢，她也是喜欢这个 PVP 的 ，PVP 就是 PK 嘛，我们说的玩家对阵玩家，啊，是的，啊，这个帮主夫人她决定不放过这个 PVP 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她还只是个孩子啊，求放过呀！谢谢醉一的十个紫水晶，我看看今天的任务，啊，39万了，应该还差一个十一万。嗯，之前大家说过了，他们的这个帮派是中恶帮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中立恶人谷，恶人谷中立帮派啊。帮主其实是打 PVP 的，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东西，专门就是会打攻防，会打内战啊。这个帮主其实是打 PVP 的啊，据说这个帮主很厉害，但是夫人的水平大家都懂的嘛，这个夫人的水平大家都懂的啊，这样啊。由于呢，这个之前这个夫人 A 了一个阵子啊，就是没半年没玩了嘛，没玩游戏说去治病了嘛，所以就是说没人能拖着这个帮主。帮主现在这个 PVP 的装备分他已经报了5200了啊，那个时候70年代5200很屌的呀，就传说中的295品装备一套啊，就一身295一套了。这个应该是295品的，这个应该叫什么装了啊，反正应该是打战场打民间大会的时候能攒的啊。然后这个夫人就不依了呀，夫人觉得不行啊，他说觉得这个帮主只有他打 PVP 肯定得出事儿啊， PVP 里面妹子也很多呀，所以他觉得人家也要打呀，人家要做一个只为帮主一个人舞的好奶妈呀。啊，是吧，厉害了。他觉得只要哎要做一个只为一个帮主奶一个人奶的好奶妈呀。啊。然后我们来看啊第二页了。这个夫人要打 PVP 了呀。夫人不顾身体的不适，长期咳嗽，重病在床，死也要打 PVP 了呀。这个帮主没办法了呀，帮主他只能在开 YY 战场啊，就专门的就是专门就是上 YY， 大家排战场的时候，哎，大家一起组团以后一起排啊，就开 YY。他就说了，为什么不让这个夫人去野队的战场？能去吗？打出个好歹你负责呀，人家打战场要命，咱这是要人命啊，就问你怕不怕。然后这个帮主呢就是开始在这个长安城里边，这个长安城是里面游戏里面一个主城有三个，一个是长安，一个是洛阳，还有一个是扬州城，这有三大主城嘛，一般打 PVP有人习惯在长安排，有人习惯在洛阳排，我一般喜欢在扬州排啊。然后他们这个帮主看来是喜欢在长安喊的啊，他说恶人战场来人，4500家的点睛组。啊。然后那天是这个丝绸之路啊，这是一个帮战的一个地图，丝绸之路。恶人一般都是25人组团，就是两边各25人，这是一个大地图，然后两边是有那个护送那个马车吧，我记得护送一个马车可以得分的，然后把对方的马车打掉啊，你又可以得分，就差不多是这个是对，这个就是战场嘛。我以前的时候经常打这个战场，我以前玩唐门的时候经常打这个战场啊，对。
然后一般25个人团，楼主不想去啊，楼主只有一件男黄啊，而且还是迪花掉的那个。楼主怕呀，有夫人呐、啊，楼主一定会把夫人一定会把楼主奶死的呀，我操！哎，这个时候这个小白的基佬又密语过来了啊，但这个小白就是一个男的嘛，对吧？就是属于跟他们玩的也挺好的，是吧？哎，去战场躺尸啊！躺你奶奶个腿啊，人家喊的是4500。哎呀，帮会团没问题啊，起码有一半我们的人哥罩着你。亲你奶奶个腿啊，亲。但是这个楼主就很没志气的还是点禁足了。嗯。这个楼主的这个基友呢是叫小白啊。大家不要误会了，以为他是白斩鸡啊。他是个炮哥呀，都是一个萎缩的炮哥，猥琐的炮哥啊。楼主一点进组，就又看到这个夫人在招牌式的愉悦的波浪线了。哎呦，这不是素素吗？真是哪儿都能看到你呀、啊，天天恨人家，害不害羞啊？这个帮主夫人就开始在说，开始在这个奚落这个楼主了。尼玛，我混你的，混你全家的。楼主是气质羊啊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哼，我只能呵呵。这个时候楼主的基友小白就出来说话了，说啊，我叫他来的，帮主不可以塞。小白好人呐、啊，我为你扬起了我的波浪线，你有没有感动波动啊？我以为你去转身呢、啊、亲。秀秀啊，你也打打看啊，素素啊，你也打打看，带一两个小号没关系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帮主也出来给我们说话了呀。帮主多有文化，多有温柔，多可爱啊！怎么就白瞎找了这个帮主夫人呢？厉害了啊！嗯，好。然后这个队伍里面呢，就是说到打这个战场，队伍里面就陆陆续续进了一些高端玩家啊，高端人士，什么五千分的万花呀，5000分的纯阳啊，这个都是装备非常好的。5000分，70年代，当初我好像是5000，我也是差不多5200还是5400分的装备分啊，这个上了5000分的都是当时是295一套的这个装备了，很厉害的啊。啊，还是个很可爱的妹子，好萌啊！啊，然后夫人就催了呀，快开快开！哎呀，人家好激动，人家第一次打呀！啊，这个，然后这个帮主呢就在 YY 里面开始指挥了呀。这一次啊，这个夫人就没有闹啊，我们都以为这么就完了呀，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太天真了呀！天真带我回家啊！哎，这楼主啊，这楼主还是个盗墓迷啊，天真带我回家，厉害了，小哥我带你回家，带我回家，厉害了，这个楼主还是个盗墓迷啊，厉害无邪啊，你们太天真了呀。然后帮主开始分配人员，那个素素啊，你和小白还有这个帮主夫人去守这个9点钟方向。哎，我夫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分一起啊？啊，我知道你们奶太多嫌弃他，不要丢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宁死也不要喝他的奶啊，他的奶有毒啊。啊，也就是说他们是防守方，就守9号点啊。人家不要去，然后这个帮主夫人就开始了。哼，人家不要和素素去守点嘛，素素装备那么差，奶不奶没差的嘛，人家只奶你嘛。我去，你也是男皇啊，亲。哎，你和这个素素的装备不好，那边抢点的人少。
你刷刷治疗量就可以了啊。对面散队这场一定满分，小白在我放心。帮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夫人啊，我也是小号啊，求把我带走啊，带走啊，我也要杀人啊。夫人继续嚷嚷啊，小白这个时候就开始说话了啊，他说月月，你不愿意跟人家组一起守点吗？你丫的大腹黑呀，你要做什么呀？你把他给弄走啊。诶，夫人一下子没想到基友居然用那么温柔的声音喊他，半天懵了，然后弱弱的来了一句，哎呀，守点人家其实最在行了嘛，好的，人家会奶好你的哟。我呢？怎么只有你？你应该是你们吗？不是应该你们吗？不要无视我呀。然后这个战场就开打了呀，我操。然后这个帮主就带着人杀到中间去了呀，我操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个帮主呢带人杀到中间去，但是这个点儿还是非常的清闲啊，我们都基本上就是坐着在那挂机嗑瓜子儿了呀。我内心就在想啊，这个来个人给我们杀一杀呀，这是。可是楼主嘴贱呐，我错了呀，这他妈一来了三个呀。楼主当时就慌了呀，对面一个军爷，一个黄鸡，一个五毒啊，有奶有 T 有 DPS， 我去，都是我的架呀，求你们放过呀。这个时候呢，楼主已经不指望这个帮主夫人了，我绝望的朝小白看去，只见小白大喊一声，爆你菊花针，然后他妈的，他是个唐门，他隐身了，尼玛，这是隐身的喊话吗？你这个缺德鬼，缺了十八辈子大德了，你我怎么办呢？有毒，我擦你奶奶个腿。我们回归正卷，我擦你奶奶个腿，小白你这个小贱人，我跟你没完没完啊，你有本事打战场，没本事打人呢。在我还考虑要用多么恶毒的语言诅咒这个辱骂小白的时候，对，这个楼主就已经躺了，没错，楼主秒躺、啊、夫人你还好吗？夫人你是奶呀，你一定能多坚持几秒啊。 What the fuck， 夫人你为什么在人家风车里面左旋右转呢？夫人你脑子被门夹了吗？刚才吃宴席的时候磕坏脑子了吗？这个夫人奶妈呢就被华丽丽的被一只小黄鸡来个大风车一直转死了，蛋打鸡飞蛋打呀，我操，厉害了，我去，小白你大爷的还在隐身吗？你丫的见死不救，你不是人呐，我交友不慎呐，我反省啊，我继续躺在地上反省啊。这个时候这个小白就眯过来了啊，他说了一句，别怪哥狠心呐、啊、为了帮主大人的垂怜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大爷的，你的脑门也被夹过吗？你和夫人一样重病了呀，你要作死啊。哎，别这样子嘛，人家只是想看这个三八被打死，可是我也死了，你大爷啊，忍你奶奶个腿儿啊，小白我记恨你一辈子啊。厉害了啊，这是。然后呢，这个帮主就在歪歪里喊了呀，哪个点有压力说一声啊。夫人这边就马上就喊了呀，哎呀，这里，哎呦，苏苏好差劲，一个技能就被人家打死了耶，人家给他加血都来不及了耶。耶你妹呀、啊、你耶，你有跟我加血吗？话说为什么只说我呀，歪歪里那么多人，你不要点我的名啊，我会娇羞的呀，我好害羞的呀，楼主还要嫁人的呀。
这个时候这个帮主就不高兴了呀，素素不会打，这小白也不会打吗？野队也被人家抢点。这个时候夫人就不开心了呀，小白是一直在挡，是那个素素啊拖我们的后腿，对面那么多人，小白白一个人不行的嘛。 What the fuck，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在打了？你是用菊花看世界的吗夫人？我操，明明小白就他妈一个隐身逃走了，我去，厉害了这个夫人，哎，厉害了，玩的一手好挑拨离间。然后这个小白就在歪歪里呵呵了呀，呵呵你妹子啊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我又躺枪了，我错了呀，我不应该见个女号，我现在好后悔呀，怎么办？估计这个帮主也知道夫人的脾气，所以就没有跟他纠结啊，直接就喊了大师过来守，让我们走，然后就一直让这个夫人跟着，也总算是没出什么幺蛾子。第一场呢，这个战场呢，终于在我含着心酸眼泪，顺便带着对小白的恨中打完了。厉害了，这是。好啊，帮主夫人啊，年度大戏，预知后事如何，我们请听下回分解，好不好？大家记住啊，这个是第几楼啊，这是第几楼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在这个位置啊。对，明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关于大战战的第二段故事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我们早点休息啊，谢谢大家一晚上的陪伴啊。然后这个帮主夫人，我们作为 BGM， 作为今天结束的。大家晚安啊！谢谢大家这个帮我过任务，谢谢。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，我都要死了，我不怕你们呢。哎呦，刚才人家有点呼吸困难了啦，现在人家觉得好多啦，人家要陪向公公打完。向公公不要扶人家卖吗？人家要陪向公公打战场场嘛，人家要给你充满爱意的奶。扇啊扇啊，小扇子给夫君加奶。就是人家的人哦，讨厌，不要追人家嘛，向公公救我。小白白，你陪人家去大战战嘛，人家不会跳山山嘛。你说谁轻易送了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人家？向公公，人家胸口疼，就感觉快要昏过去了，人家弟弟。好了，哦，关直播了啊，大家还一边玩游戏，你们在玩剑三吗？这是剑三就是如此的有味有意思啊，这神一样的。好，我现在关了啊。